微众银行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美好生活剧场。秦哥，检验报告。写小说呢呀？你这续字婚礼吧，一直等着更新呢。啊，不是续字婚礼啊，这谁写的呀？活活的被吓死。不是，这也太扯了吧？秦哥，这文笔跟你差远了啊。Thank you.
节外伤，现在打开胸腔，底下五处血浆状，肺部有充血，肺动脉狭窄，心室扩大，室间隔缺血。秦哥，这人死亡现场可这么高，跟你之前看的小说很像啊。目前案件的线索十分有限，我们只能确定受害人萌发的身份。秦明，把你的尸检报告给大家说一下。一般人死后肌肉会变得十分松弛，而王八的死亡状态是面容惊恐，脸部突出，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导致面部痉挛，而且尸体解剖后没有发现任何伤痕。如此我们推断，死者应该是由于受惊过度导致心脏骤停最终死亡。我们调查了王八的档案，他确实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。既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会不会有可能意外死亡？尸体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被发现的，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讲，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病人不应该独自出现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推测不排除被诱导的可能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会准时到。先你们先喝，你们先喝，你们先喝。我们喝一口，然后喝一口。这是谁呀？这是。我不会喝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十大罚酒三杯。三杯。再来吧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行了吧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堵路上了。哎，方驰，你说你啊，这么长时间怎么今天想着给大家组个局啊？来，哎，人家方老板刚成立的公司，肯定是想招贤纳士吧？人家方老板现在是炙手可热的网络小说大神，好吧？是，有多少资金找上他，想要投资开公司的？明天去我那儿上班吧，好吧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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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！你呢？喝不了了。哎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忙工作呗，然后偶尔写写小说。哎，说到小说，咱俩合作呗。合作什么呀？我签的几个小说改编成了影视 IP， 运作的特别好。你说你那小说写的也好，题材又新颖，咱们也转成影视 IP， 保证特别火。写小说只是我业余爱好。谢谢兄弟。好，我考虑考虑行吗？哎，你们关注到最近网上有篇小说还挺新颖的，我好像看过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咱们俩高中的时候，还成立一个什么文学组合，一起在校刊上发表文章，记不记得？咱俩那时候真二。哎，要以文字作笔。要用文学抵挡人性的黑暗，我们要匡扶正义，做文字的侠客，俩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呢？这个也没觉得有多好啊。你不觉得这个文风特别像咱们高中的时候？哎，有点。哎，你不会是要重新写回这文风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觉得好奇。据说王发怀疑他妻子出轨，就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自己的名下，然后跟妻子提出离婚。他妻子气不过，就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在临死的时候还留一封信，说自己没有出轨。这家伙天蝎座的吧？少跟我整一些没用的。我就天蝎座，我现在就问你，他妻子死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是他老婆的家属报仇，不会涉及这么强的刑事感。那就是冤魂索命。我要是他老婆，肯定不甘心，死累的会来找他。你一个人民警察，还是个法医，你说这话合适吗？我就开玩笑嘛。哎，大宝的话倒是提醒我了。如果说他含冤去世的老婆突然出现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更何况他还有先天性心脏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假冒他的妻子，然后吓唬他？这是一种猜测。哎，我让你查那个王发社会关系，你查吗？
这家伙生性多疑，得罪不少人。哎，秦哥，你让我盯着那篇小说，会更新了。这篇叫什么？倨傲者死。小说？什么小说？傲慢的教授被红布包裹着，以贵姿离奇死亡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这么关注这篇小说干什么？这个作者的上一篇小说跟王发案一模一样，不过这应该只是巧合吧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线索非常的少，这件事情人命关天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们两个马上抽调警力，去排查这个小说的作者。是。是。哎，胡叔，你那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，你认识小说圈的人多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之前说的那篇小说的作者？好嘞，下午见。谢谢。又见了新作者？还真是，而且你也认识咱们的老同学秦明。我是真给你问了，圈里的大神、新人，甚至枪手，我都给你问过了，没人听说过这个人。就这个作者，好像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似的。可是你看他那个文风、文笔，又不像是纯新人。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。不会是他写的东西跟你们案子有关系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真是啊。哎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能出版吗？我要是给出版了，我还能赚一笔。啊！你竟然当真了，你总耍我你。不过你说完了之后啊，我确实关注了，在网上有一些文学论坛里面啊，确实有人在说这个事儿。你自己看，网上说这小说表达了一个什么概念，好像叫五毒心。贪嗔痴慢疑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你说这个人文风怎么这么小？年轻的时候模仿咱俩，看过咱俩写的文章？不像。那个时候咱们还是高中生，也不是什么知名作家，模仿我们很奇怪啊。你不是怀疑我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喂，喂，老钱，你搁哪儿呢？我在一方制造公司门口，你在哪儿？我就在附近，过去找你啊。秦明，哎，喂，哎，哎，说话呀，怎么没事了？过去找你，哎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啊？什么好久不见？昨儿才见着，什么意思啊？喂。说话呀。啊。喂。我这儿信号不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上班。我怎么没有听方志说过？我也是刚来，估计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Long time no see。你好，隐藏，秦明同事。你好，韩玉，秦明的同学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
有空常联系。啊。同学啊。啊。好久不见。嗯，走吧，送送人家呗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晃十年就过去了，你一点也没变。变化挺大的。这些年过得好吗？没什么好不好，就这样吧。你呢？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去了国外。没出去以前，其实挺向往国外的生活的。可谁知道真的到了国外，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尤其是刚去的那几年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常常觉得挺孤独的。有时间吗？嗯。林队，那个作者网络调查科已经在查了。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，但我们找到了疑似小说中的那名教授。有学生和我们反映说，这位教授为人非常的傲慢，就在上个月他就当众辱骂了一名学生，这名学生受不了这压力退学。你还是很喜欢绘画。嗯，不过我很久没拿过画笔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妈给我选了一个理科专业，绘画就成了我永远的遗憾。可是呢，还是不舍得，所以会常常来看画展。
保护教授。是。怎么？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？傲慢的教授被红幕包裹，以贵姿离奇死亡。请问您想通过这个作品表达什么？我的艺术表达全都体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里。你是哪家媒体啊？居然能问出这么不专业的问题。吴平，欢迎明天国内著名的雕塑家，他的作品非常深刻，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。当中可以感受一下。态度傲慢的教授以贵姿离奇死亡。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明天在我的作品当中，你们可以领略到艺术。哎，放学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看展览啊。我也是，我有个急事儿，接了个电话，我先走，回头再说啊。哎。老秦，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小说和案件还真的跟他有关系。我们根据小说上的人物啊，找到了那名教授，还真是有人要袭击他。行门在哪儿呢？闪着呢。林队，他是那个退学女孩的父亲。那个女孩因为承受不住韩教授的批评，退学了。他父亲气不过，就想教训韩教授一顿。吴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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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呐！怎么样？口鼻有少量出血，初步推测是突发脑溢血死亡。哎，虽然死亡现场跟小说上一模一样，但这个人不是教授啊。林队，哎，刚调查过吴平履历，发现他曾在本市东南大学艺术系任教。都跟这篇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，对，
案发现场的环境和尸体死亡的状况确实和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我们有一个推测，金明，你具体和大家说一下。在第一篇小说中，受害者死于惊吓过度，而王发案中，我们通过尸检发现，受害者也是因惊吓过度引发心肌梗塞导致死亡。据我们调查了解，吴平生前生性傲慢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，就恰巧与第二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完全一致。那吴平的死亡原因呢？吴平生前曾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，所以应该是碰到极大刺激导致血压升高，引发脑溢血死亡。技术文在现场呢，还原了一个被打碎的雕塑，应该是吴平的得意之作。观众，经过我们推断呢，这个凶手应该是故意当着吴平的面打碎这个雕塑的，从而对其产生刺激，引发其脑溢血，造成意外死亡。可是单凭这一点，我们就算抓住凶手，也不能对其定罪。凶手会不会就是小说的作者？您提到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之前也考虑过，所以联络了网络犯罪调查科去追踪这个作者。可是很奇怪，这个作者所有的文章全是外网发布的，他隐藏了 IP， 我们能得到有效信息呢少之又少。这么说，这个作者很有可能和案子有关。没错，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这个小说的作者确实嫌疑很大。局长，贪嗔痴慢疑又称为五毒星，会遮蔽人的本心本性。前两起案件，吴平死于傲慢，王发死于多疑，所以我们怀疑嫌疑人是按照五毒星的方式作案。所以我们认为两起案件都属于法外之罪。你的意思是还有三起案件要发生？林涛到，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破案。是。吴平是你们学校老师吧？对，不过三年前他就从我们学校离职了。那他在校的时候教的是什么课？美术，还有一些校内的公选课。公选？对。就是说其他专业学生也连选修几门课是吗？是的。苏老师，我能看一下吴平老师的选修课记录吗？这是2005年到2010年的，看一下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小心。我没事。来，坐下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嗯。方池最近有什么反常行为吗？他对你说过什么吗？或者做过什么？没有。你别问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社会充满不信任的人，对他人充满距离感的女孩意外死亡，死之前穿着双红色高跟鞋。韩月呢？情况怎么样？医生检查过了，是被人打晕的。
还好对方下手不重。这帮人的胆子也够大的，敢对我们身边的人下手。可是什么人会袭击韩月呢？我一直怀疑一个人。谁？方池。方池？不是你高中同学吗？记得话你说过，一篇网络小说的文风跟上是我的风格。记得，可是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文风就是我和方池在高中时候一起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的。这个人文风怎么这么像个年轻的时候？方池是现在知名的网络作家，无论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都不像是会报复社会。为什么袭击韩月？动机是什么？你们三个可是高中同学。我跟死亡前我在美术馆意外碰见方池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后来你也知道，吴平和方池曾经是师生关系，而且我还亲眼看到他和韩月发生冲突。我相信他出于某种目的，正在试图伤害韩月。但是他和王八有什么关系，我还不知道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他的确有些。二狗花，我现在去查。请问三号床的病人呢？刚才有位方先生把病人接走了。现在我看一眼。来，慢点。没事。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我晚上睡不着，想出去买几罐啤酒。可是突然脑袋一疼，再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。晚上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还好没有出大事，就万一下次秦明没有及时赶过来怎么办？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这样就最好。累了吧，快回去休息一下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好好休息。你早点休息，我在外面守着，有事叫我。齐明，你不是想知道我跟方池的事儿吗？前段时间我刚刚拒绝了方池，我本想早点告诉你，但你和方池是最好的朋友，我怕你们见面会很尴尬。
那你为什么还在方志公司啊？我已经辞职了。那时候我刚回国，正在找工作，我以为他是想帮我，可没想到他这么做是为了接近我，想和我在一起。可是感情的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勉强。你早点休息吧。事情不是交给你修仙代理的吗？你帮我去谈吧。啊。嗯，这儿都行。方志打电话跟我说版权的事情，我拒绝了。你的小说版权？嗯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不亲自去呢？不重要。哪儿不重要了？这可是你的心血之作，我还等着有一天能在电影院看到呢。你该不会是在担心我吧？大夫都说了，我没什么大碍。你看看这儿，这么多人人来人往的，这是医院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如果是因为我耽误了你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启明，如果你不去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我就想照顾你。好，那你把手机给我。我手机绑定你手机定位，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行吗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小说《血色婚礼》的作者秦明老师，这位呢是中国著名的编导编剧孙多孙老师。孙老师，把您的改编想法跟我们说说吧。是一些改编思路，想跟秦明老师共同探讨。啊，您说。《血色婚礼》这个小说啊，完整性很高，人物的设计跟主线的故事都非常精彩。但是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把这个小说的女主角啊换成男的。换成男的就不一样了，他可以跟男主角组成一对男男 CP， 这是当今最流行之。哎，秦老师，你不会过来，我过来就行。哎，秦老师，您得跟我们那个大胡子呀。哎，秦老师，你们方总呢？没看到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人？手机主人。上个乘客落下了吧？
几个人？一个人。喂，快去回音路，接到报警说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发现了一具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尸。在哪儿？在里边。放心，放心吧，韩月找到了。这人在哪儿？天福跟他在一起，自己问吧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我已经回家了。你回家了？小区物业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漏水了，我着急着回家，结果不小心把手机落出租车上了。秦哥，里边都准备好了。查完了。我没事的，别为我耽误工作。到这就好。死者脸色青紫，眼睛摸下出血，颈静脉怒胀，地表没有致命伤口。这已经是第三起命案了，凶手在咱们眼皮下边一而再再而三的翻案，我们却连一点线索都没有，难道非要等着下一篇小说发布我们才有办法吗？凶手已经没有我们痕迹了。老秦，身为一名刑警，我应该时刻保持冷静，但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着急，我非常着急。我理解。还有件事，今天我到的时候看到一个人，好像是方志。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？今天上午10:15，你约启明在你公司参加活动，但是你却提前走了，去了郊外的一个图书馆，对吗？小说作者自己本人亲自到公司洽谈版权业务，我也安排了专职的经纪人全程陪同。作为公司老板，没必要一直都在吧？但是距离图书馆10分钟车程的一个废弃厂房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，并且有目击者称在案发现场周围看到了你。
笑开不得。我又不是 GPS， 怎么知道哪儿有废弃的厂房？我更没有进去过。这是你的车吧？你真的很聪明。或许你找到了在行驶过程中唯一的监控盲区，但这并不能代表你所做的一切就没有一丝破绽。从你离开我们的监控范围，时间是10:40，你出现在图书馆的时间是上午11:30，两个地方之间正常开车的话需要30分钟，你足足开了50分钟，那你告诉我，多出那20分钟，你在哪儿？林队，我们调查到方程车确实有违旧过的痕迹，您看方程怎么办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到点必须放人。我走。好。有查出来是谁假装保安给韩宇打电话？对方是利用网络虚拟终端打电话，查不到信息。尸检显示，死者鼻腔、喉部以及衣物上有大量紫罗兰花粉残，应该是花粉引发哮喘，导致窒息而亡。而这个花，我在方程办公室看，会不会是方程自己打的电话，让我们以为他要去袭击韩宇？实际上，目标另有。哎，带你查的死者资料怎么样？好，查了。死者吴小兰，女，32岁。是一名酒店经理，据说他表面上很好笑，但实际上对周围人充满敌意，尤其是那些家庭关系较好。是确定？真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对社会和他人充满仇视的敌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死者有严重的仇富情绪？小说中提到，一个生性贪婪的男人莫名在泳池内溺水而亡。此人38岁，贪财好色，嗜赌成性，离过一次婚，多次婚内出轨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人，但是排查范围太大了，我马上申请借调警力。老林，嗯，上面提到甚至连他的当事人都不放过。当事人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一名法律工作者。龙帆市共有注册律师200多人，其中离过婚的男性只有5人，而凶手的目标是一个嗜赌且多次婚内出轨的人，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厚朴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李伟。有人要杀我？对。还是连环杀手？还不写在小说里？还安排好我淹死在游泳池里。你不觉得荒谬吗？
哎，警官，我什么时候游泳，他都给我安排好了，太逗了吧？李先生，我们这次来不是专门为了开玩笑的。这个人认识？写小说的哥们儿吗？啊，我跟他打过一个版权官司案，不会是写小说这哥们儿要杀我吧？其实，方渠，季明，谢谢你。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以前我是一个悲观的人，是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先去忙吧。去吧。季明，注意安全。林队，这杀手晚上还来杀不杀我了？我这晚上还有事儿呢。方池已经逃离了我们监控的范围。当然了，命是你自己的，你愿不愿意配合，我管不了。小说也更新了。保护好他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是。从国外归来的女孩，喜欢绘画，尖皮长发，虚度坠亡。喂，金明，方池下个目标恐怕是韩月。你去找方池，我现在去韩月家。
真走不开，有俩警察非得说要保护我，说有人要杀我，那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韩月，韩月。是你，韩月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秦明，这个时候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？你还在演？什么意思？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你却背叛了李翔，成了一个杀人恶魔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之所以用之前的文风写小说，就想嫁祸给我。以摆脱自己的罪名。你别再编故事了。警方所有的线索全都指向你。来，金明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后面的阴谋再得逞。二人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金明，从我第一次看见那篇文章起，我就开始怀疑你。那个饭局特意为你安排的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开始跟踪你、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监视之中。吴平被杀那天，我亲眼见过你；韩月遇袭那天，我亲眼见过你；吴小兰被杀的现场，我亲眼见过你。我是警察。所以你方便作案，你利用你自己的职务之便掩盖你的罪行。你想一想，那个文章的文风，咱们俩的文风，除了你还有谁能这么了解？费周章的，让咱俩互相猜疑。时间，他按照小说完成贪嗔痴慢疑五起案件，他需要时间。李伟现在很危险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调查了监控录像，发现他离开以后去见了一个人。
资料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林队，马上调取全市范围内的监控录像，找到韩月和李伟出现的最后地点。是。喂，给我彻查韩月出国之前所有社会关系。是。一定有线索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你不清楚吗？疯了！求你，求你，有话好说。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那小说是真的，你就是那杀手。韩月，小说里说我是被淹死在游泳池里的。按照原计划，我确实是要利用你的美尼尔综合症把你给淹死。不过很遗憾，我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实施。韩月，韩月，韩月！啊！救命！你干啥事儿？你们来了。可惜，晚了。低估了你们，你们还是那么厉害。金明，方池，我知道你们一直都想当拯救世界、维护正义的英雄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早已经充满了肮脏还有黑暗，它不是凭你们三两份的热血就可以洗干净的。你先下来。别过来。你先下来。你们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立刻跳下去。我小组现在迅速前往怡然大酒店。韩月，我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你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？你们知道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？是做一名画家。吴斌是我曾经最崇拜的人，我曾经拿着我最精心、最满意的作品去给他，我想跟你去画画。这是我画的，你看看。我不适合单独的感情，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你知道吗？
何生存。我找了一个销售的影子给家。吴小兰，因为我的业绩比她好，她就到处看我不顺眼。有一天，店里丢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她想借机把我赶走。竟然说看到过我穿一双红色的高跟鞋。可我根本就没有。那个时候我只想活着。你们要知道，人为了活着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从那一天起，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怨恨。所以，你知道王八一心病重，我假扮他死去的妻子，诱发他的心脏病。在吴鹏面前砸去他心爱的作品，引发他的脑溢血。你知道吴小兰有哮喘，就利用他花粉过敏的特点让他治下我。吴平的慢，李伟的贪，吴小兰的嗔，王发的意，让我这一生中只剩下黑暗跟痛苦。你可以去求助警察，你可以找他，你可以来找我，你不至于杀了他们呀。霍小组进入攻击位置，霍小组进入攻击位置。喂，队长，队长，不至于，就是你们所谓的不至于，把我一步一步逼向了深渊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已经身患绝症时日无多了，而我为了报复他们，也陷入了杀人的执念。这是愚痴。
该走了，我想再待会儿。那天，我脑海中不断重复着一个问题：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曾经天真善良的人走到无法被救赎的今天？你好，我叫秦明。你好，我叫韩月。